暧昧对象 NG 行为，交往前这样做超解嗨。控制欲太强，爱管东管西。为什么你拍戏一定要跟人家抱在一起？你应该就跟导演说把那场戏删掉。我怎么可能就跟导演说删掉？然后为了一个暧昧对象，怎么可能？暧昧过一个男生，我已经把他当作是男朋友的方式在对待，共同的朋友要结婚了，结果那个现场他带另外一个女生去。哇！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